OK， 出动。 这个观众账号，我们现在先把他打回大师。咪咪打到钻二，咪咪打了2天，分数还下降了一点。 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！啊，完了，死哥变尸体喽！谁拿头？看影拿头哎、欸！哇，看影拿头啊！ 这一趟回去多一个长剑，再多一个鞋子。我看第一波 gank 有人要扛不住了。轻舟已过万重山呢、啊。我是台币最后希望吗？ 不好说，台V我们还有这个懒猫子、龙龙鼠，都是大前辈。我今天才开始做 V， 这个换血好像其实蛮危险的。嘿，对，小兵，没钱，放眼好了，看影来了，紧急支援，我感觉拿300就在这里了。看影流了，这得保住打野啊。 看影这个角色要是肥起来，这游戏就不用玩了。我感觉这个峡谷之巅的环境很特别，不管版本怎么改，打野永远都是艾克跟看影。这两只真的能吸，是真的好能吸。 哦，该走喽！感觉他下治疗，我好像有机会 A 到哎、欸。嗯，对面这个血量，缴一个闪。不会吧！追啊，露露！追啊，露露！ OK， 露露要是给我上个治疗，我感觉真的能 A 到哎、欸。还有上吗？我怎么跑那么慢？我感觉前面在追那个 AD 的时候，就直接上应该可以。 那个 AD 闪上去打死哥的时候，我们直接跟上，感觉他会死的。可惜啊，这波哇，死哥死第2次了，伤哦。死哥不该跑的，死哥跑是没有问题啊。
他的移动速度就跟那个蔡雅是一样的，他应该往溶洞里面跑是最好的。为啥现在 AD 都带鬼步？因为这样防 gank 很强，而且会战也很强，会战就是高原血统。 对面在吃龙，要晒一手了，来晒一手，你断下去啦！这样是可以的吗？我觉得蛮危险的，矿娘来了，哦呦，赛特，空一个 Q。 其实端下去，我们好像也不会打输的。我们下路确实蛮能打的。放个眼，这把能吸吗？这一把哦。 把只要看影没有再继续拿到头，我应该是可以无敌了，发育挺好的。好，哎，炮娘把炸弹丢在这个上面呢，转哦。 不然死哥刚又死了，死哥以上六，现在这个节奏，现在这个节奏就是预示着。 要定胜负啦！预示者这波输了，大概要坐牢10分钟喽。下一波得换我吃钩了。 来了，预示者团，关键的一波，我们的漂亮，最好再把对面全杀了。哇，战车！ 嗯，露露没有魔力哦。我决定直接 poke。好，这样打起来谁会死，真的不好说。好，我死了。哎呦，哭啊！ 我先死了，他也没闪了。OK， 现在完全被他猜到了，预判钩。对吧？刚刚血量都蛮惨的。
露露也没有什么魔力了。不太好闪啊，如果闪到 AD 脸上，他会直接跳起来。等死哥过来打架吧，他带着预示者过来三打三的。靠赛啊，这个人靠赛过到我的。死哥。漂亮！哎呦，这个把他抱起来，狠狠的扁啊！血好像掉的有点多。OK， 一滴没有炸死了。他很勇欸，他竟然敢这么勇。那他被 shut down， 再加一波兵，赚。靠赛啊，这个暴击靠赛。预示者直接来嘞，变动物哦，不知道变动物是被他跳起来了，还是他放加速在我身上了，但没仔细看。啊，战车原来可以屌打塞恩哦，难道我也该练一手战车？快快变大！快快，露露可能也走不掉喽。哇，要是露露走掉，这波很绝。鸟人怎么不开大？鸟人哪有大？哦，抓起来扁。完啦、啊，死哥！这个看你追到了，哇、哦！再叫个闪，露露能救哦。露露闪现尾刀，我感觉他看起来被那个面具烫死了。对啊，有闪现怎么不闪现救死哥？第二波的预示者，看我们要不要放下塔过去。我觉得过去可能比较赚。安安娜香蕉男，哇，视野太差了。
这个预示者死哥也不打算拿了。对面好像死者是差不多了，过去是来不及喽，手下路喽。哦，狂风用掉了，还他。嗯，你这个兵有问题。我最近越打越觉得这个小兵有问题。残血可以让我炸一下。炸是炸到了，要是还有死哥大就好了。我队友都没了，我队友拿到中塔了。但龙是掉了，战车这个装备也不打算来打团的，我直接无尽好了。看他们两枪把开影给秒了，要考虑出狂风吗？狂风哦，金克斯不太需要吧，跑那么快，那是给那些跑得慢的人出的。哦哟，死哥追着对面扁。死哥看起来是准备把下路的兵给克光光了。哎呦，抓到 AD 喽！我觉得我这一炮。嗯，可惜。我确实需要一把新枪，要是这个凯影再往左边一点点 ，double kill， 单杀。垃圾车真的好强哦！哦，塞恩，不会吧？溜了，溜了，溜了！垃圾车有几只脚？垃圾车应该有八只脚吧？哎，我看那个 Riot 的新动画，还有垃圾车的动画，是要出新造型是不是？我有看过猴哥的影片啊，谁？猴哥啊，猴哥很久没遇到哎、欸。好像猴子不能打上路之后，就再也没看到了。好，垃圾车虐下路，来虐中路。
不怕勾哦，这个家伙。啊？那给死哥炸好了。来唱歌，我帮你挡。我不该帮你挡的。可恶，我就应该直接大招把那人头给毁了。死哥不开大，死哥他准备走到一个安全的位置开大。这波非常的尴尬，看我大招了。OK， 溃烂，直接溃烂。泰影为什么那么痛？泰影就是一个裹脚。我还没闪呢。哎呀，不该让头给死哥的啊，我就该自己拿的。哥快有大了，哎呦，这个出钩！看你打 solo 真的很强，这打到后面扛不太住。哦，鬼步开启了，真的要吗？真的要吗，师傅？OK， 战车直接把我们撞死了。真正的战车还在啊！真正的战车死了。赛特怎么突然狂起来了？万豪幽灵疾步167秒，而且他刚刚还不知道要抓谁，到底要抓左边还是抓右边，不好说啦。其实会战还是蛮有得打的。等我无尽吧。我们不打开战，对面也拿我们没什么办法。我快追上中路等级了，我能盯泰影哦。泰影这个角色盯不住的啊，等他自己进来送吧。这无尽都还掏不出来呢，好穷哦。还要惊人哦，第三件可以考虑啊。哦，抖音赛特，我想都没想过能有朝一日引爆全场。上台要全给了。拉近垃圾车，这家伙竟然有 shut down 哦！这家伙 shut down 还700块，等不了钱了。他也只能给喽。无尽之刃，这就是这路
好，我现在 A 人那是病病叫啊。团战应该蛮好赢的啊，怎么开大啦？死哥，死哥受不了了，赚钱喽！拿仙宫来赚钱喽，这怎么是仙宫死哥啊？这个啊一下好像可以赚一两百块欸，啊，下不要出事了。OK， 秒杀，露露连大都来不及开。哭啊，露露两招都没按到。你角色后期就很强，跟塔龙差不多。塔龙、艾克还有这个，三个都很强。国服特产啊，凯隐，这里真的有很多玩凯隐的家伙。没有一个超级厉害的坦克的话，是扛不住他的。OK， 完了。拉进去咯。哎呀，稀了了咯。完了，嘎了。看你进不进场，感觉都差不多啊。其实我被塞恩反弹很多了。可惜，非常的可惜。哇，死哥打很痛欸，对面就凯隐一个在输出欸，看影一个剁进来，噗噗，我们就没了。需要帮忙就大声喊，我会立刻到场。我这边偷偷带一首萃取开始弄。奶奶说过，做人要那竭力，感觉要玩要快了。哎，每次只要带萃取出门，打架就会有点频繁了。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。没事啊，我有骨甲，他不一定杀死我。杰利 MSI 看不到了 ，MSI 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凯特琳还没砍呢、欸？要快点，凯特琳到现在一场都没有被放出来过，这角色还不砍了、啊。全军出击！100%的ban率，所有人必扛这个ban。我最在行的事就是提出，就砍了他2点的 AD。
凯特超强，凯特琳前期拿物件超强。人人都指望着我，我不能让他们失望。我是很想选的、啊，但那个角色要特别照顾下路啊。我觉得他在 rank 的时候没有很强，在有双排的情况下，他很厉害、啊。OK， 骨甲掉了。来了，神曲。如果有初音歌曲512首，这首一定冠军。多的呢，初音的歌可是多的呢。训练完成。OK， 辅助这个，我也救不太了。空的招有点多。support 突然滑倒了，就是他刚空的招那有点太多了。上一波他甚至还没有脚进化、哦，溜了溜了 ，OK， 辅助出来又死了。又滑倒了。最常听的歌单就是这个啊，大概每一季会加个三四首歌进去吧。这歌单也有200多首了呢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常轮到这一首。队友的事就是我的事。是辅助又漏炮车哦，受不了了，超穷了这一把。干啥、啊？还要鬼蹲？我1000块。哭啊！1000块呢？辅助被勾走了！这啥鬼？哎呦，扛不住啦，扛不住啦，快跑啊！等我一会儿，我得稍微调整一下这把枪。溜喽溜喽，下路危险喽！还好我是哲力，后期还有救。我们还有卡萨丁。哇哦！青钢影比这李欣还会 gank， 这李欣的 gank 时机也挑得很恐怖。有谁有计划吗？没有，也没问题。快呀，快充电！点燃卡萨丁起来了，充能完毕。来看我 CS， 我是萃取，其实出的。有道理的，就浓。
不住三等，没事，我快六等了。能一直保持下去。上路帮中路哦，这个版本可以吧？虽然说他是选了一个斗士哦，这版本如果你是石头人冒凯，我觉得帮个中路还是合情合理。原来你还有去殖器哦。出了霸王龙，好啦。霸王龙，我们有空一定就来玩一下。该划走了。哦，出钩，漂亮哦。你的辅助要被勾走，他怎么还有魔力啊？哎，我刚看他不是没魔了吗？吃一口饼干哦。充能完毕。可惜，这里有点可惜。辅助刚好像没勾。哎，哭啊！他怎么又走出去啊？这样，哎，好像可以杀哎、欸，超死嘞！被敲死了、欸、050啦，050有点太狠了，对面好像在打他心态。不过这不就是人生吗？对面这个蹲点就这么一滴血也敢蹲点呢、欸，没事，我们有很肥的李星，理论上还是有机会踹死他的。哦，走喽！啊，新鲜的空气，太难得了。聊天室484都恶心丁宝，没有丁宝，这里没有丁宝。完了，塔都待不住了。扁狗帮出动，没事，上路赚了。下路这一波小龙团700的炮娘，感觉要被越啊，OK， 完全扛不住他，他还在装假猴子怎样？
老李还是上当了，就是老李就亲眼看着他分身的那个猴子被打掉。哇，这波血烂了，对面大夫我们，我273块，机器人啊不是机器人，泰坦应该100多块。好，过出去。嗯，要是有大就好了。哦，他一库下去还蛮痛的。对面还想拼哦，赛勒斯要来了，哎！不管了啦，卡莎丁来收头啊！哇，还有下蛋哦！哎呦，这个贝特有料哦，命没咯，反攻，好娘，自杀了，人头来到了辅助的身上，1000块的纳蒂鲁斯，老李这单挑好像，哇，有点危险。还有对面的猴子也在乱玩。终于赚宝了。差点被他勾走，危险！他该被无尽了吧？绿双刀，人人都指望着我，我不能让他们失望。队友没有嘴他，这不需要嘴他吧？他拿了1000块，这样子他前期的失误就补回来了嘛。你看他会战就开始有用了。这个人真的都不勾墙壁也不反勾的，我的惊哎！不管了，杀这个也好啊。只是出泰坦有料吗？泰坦哦，现在 AD 能出暴击就出暴击吧。暴击才是现在 AD 唯一的出装法。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你不要啊！快走啊！还好我活下来了，并没有上当。纳蒂鲁斯的陷阱，
哭啊，炮车怎么没了？但你看我这一手 CS 不太像是逆风的状态。他们不会打输这猴子。啊、不是，救我！还在，我也没救到他，可恶，身上钱太多了。我好像是有点机会救到他的了。深山老李，哇、哦！闪现一勾，老李来一首 RQQ 失误，再 Q 一个还是没中，老李出事了。鲁斯也出事了。海洋亚龙存活中哦，各位兄弟们。并不是可以开玩笑的时间。瞎子腿断了，他那个气功波把自己的腿给气断了。好，对面的 TP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好，卡萨丁发飙了。他撑很久，他就能撑很久，所以上路那一波我才决定要去救他。这个纳蒂鲁斯跟小兵有仇恨啊。好，飓风剑来了。好好活着，行吗？训练完成。神装已成。对面一个炮娘十五杀，他这个十五杀炮娘很痛哦。要来抓我们了，我们得跑得更快才行。纳蒂鲁斯占了十颗。还有预示者，纳蒂鲁斯的第十一颗，完蛋了，巴龙。哦，不对，中路要完蛋了，好像也还好，对面应该要转巴龙了，要 BTP 了。进场了，完全血虐！哇，连巴龙都偷到了。可以的，大家都打 R 五个就可以赢。所有人都 R 到五个了，这很难输啊。
对面就一个炮娘有伤害啊。OK， 这个有伤害的是真的很痛。250 ED 的中塔吸引了我们。塞车塞到暴毙，乱讲，一路大顺畅。都这个时间了，怎么可能还会塞车？可能是刚才我太着急了，没关系，我可以。来了，中路这一波团，我觉得他只要负责把 AD 挡起来，应该就是差不多了。这阿火还不走，还能回来敲我们一下。哦，这一波可能两个兵营哦。碎啦，纳蒂鲁斯扛塔，扛塔就对了。一定要有人保啊，对面的保牌都太软了。撤退，撤退，他还能走。夸张 kill， 一阵乱杀。无敌啦，卡萨丁！没有炮娘就暴打一顿，炮娘在也是暴打一顿啊！太神啦，深海泰坦！深海泰坦，没有想到。他死成这样，依然可以拿下胜利。哇，他死的是真的好惨啊！没有 counter， 这角色目前没有 counter。被魔豆屌康，完全不怕。你把他杀了又怎么样？啊，他也不一定会死。你这个比赛都可以直接无脑亮出来的角色，根本就没有counter。被狗头爽龙，他其实应该是不会被狗头爽龙，他应该会把狗头给拍死。狗头会让石头爽龙啊，浓起来的石头跟浓起来的狗头不是一个档次。
啊，塞勒斯，塞勒斯有点难打，但没有人在选。遇到安妮辅助会选啥？遇到安妮辅助哦，感觉没什么好选的，应该就选一般的手长 AD 吧。安妮现在也是砍得有点烂，我觉得被砍到有点都不太能去打辅助了。露露这个眼放的，至少放在一个不会被对面拆掉的位置，不差。露露那个盾不是露露那个盾，安妮那个盾有点被砍太多次了。哇，这个好像有点痛。OK， 还是得拳脚。可能三级没来。这一把我们打野要打上路了，但我觉得去打石头人应该会很亏。哎呦，露露，完美配合。打野把上路反了，还行啊。下路小亏一点。血量有点惨，吸不到血。他的人应该就来了，他这一波刷回来，虽然家里没了，但他可以。我们更可以播。OK， 封墙。这个吃冰好像是有点怪怪的。哎呦，二打二，嗝屁喽！哎呦，二打二双杀喽！完蛋，老李站起来了。以我们的血量，这个再打起来，要再爆一波。这边要上了，来吧！趁现在小兵很多。哦，
最后的风墙。你太假了，不是这个本来就不能 gank， 他只能帮我们 cover。兵线解掉就该溜喽，不然刚刚可能是要被控死喽。下路柯加斯今天看得到吗？候选有机会看得到。我的柯加斯是真的强。上一次那一场几杀，二十几杀，虽然那把没赢。兵小输一点哦，不要躲了。被跟一波之后，血量太差了，没双刀。还好，萃取会补回来的。对面跟我们拼命啦、啊！哭啊，人头不是我的。我那个鬼夹竟然没有让他扛到塔。嗯，兵线很好。露露要先上六了。53年了，有什么好 VPN 吗？哇 ，Surfshark VPN 最优质的 VPN， 大德姐姐55688捡起来。老李要来了、欸，老李在吗？感觉有点怪怪的。嗯，老李在呢。不行了，刷野吧。好快快！老李这首预示者都不要了，我觉得这老李刷的路线蛮奇妙的，要来三打三了。对哦，亚树回家了 ，CS 也追起来了，漂亮。嗯，现在被控了。为什么这个 VPN 有这么多钱？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 VPN 啊。几百万人在用的 VPN， 哇，老李，
完了。愤怒在积攒。OK， 我被 KO 啊！哎，还是死了，哭啊！好啊，这么远，我还想说现在那边放个眼，就我想说，这牙树在塔下吃兵，我先过来看一下状况。露露也离得不远。没想到竟然就死去了。哎呦，对面都是扛塔，好像换我们吃塔皮嘞。我要吃到爽。快点快点快，我至少吃五成。这些比尔王五十个月，这个至少三四成的啦，五成也有机会啊。哇！变身！好，变成牙术可能不是非常有用，没有大招的话。我也试着去用心，但是我做不到啊。嗯，他也算是蛮会滑的。等待会带来痛。哇，这石头人快单杀了、欸。御侍者团哦，老李还在下路呢，飞啊，你倒是飞啊！瑞风这么早就过去了，他甚至还没回补哎。二打二不好赢嘞、欸。OK， 炮车竟然没钱。逆风攻击力。有点低，熟头人一换一哦，就缺一个哎、欸。全过去了，我们也要换线了。完了，破败王飞起来喽！
边破败王没撤退，亏了一点。对面五个都有击飞，对面还有一手风墙呢，我团战好难打、哦。嗯，这个狼还是不吃了。我们也有露露啦，如果全部撞我，露露把他们弹起来，就不好说了。全跑上去了。我是个疯子，有医生开的证明。感觉想硬点一个塔也是有难度的。瑞空在我们家里。来打架啊，谁怕谁，这炮车就一直偷改了。石头人，疾风剑好，到底能拿他怎么办呢？有柯南剧场版吗？没错，听说柯南今年的剧场版很赞。让我们表现的，你被耍了。灰原哀终于把柯南抢走了。这个反盖好像自己会死，哇！快一脚漂亮的，他这里怎么还在打？我刚刚有点不瞄了。这个团战对面，这个团战对面，我也是没有什么画面、啊，飞来飞去的。等我火炮吧，等我火炮，事情就不一样了。快了，火炮快出了，说不定等等对面突然。发疯打一波巴龙，然后被这个破败抢走。好，飞起来了。赚到钱了，对我赚到钱了。那我看巴龙这个关键的哈，偷巴龙环节，
兄弟们，你一定得偷盗啊！我先大招来帮你开一波视野了，三千一。没掉下来过啊！OK， 这老李不扣血了。我嘛是背起来了，7-23呐、啊，有点惨。投单杀上路正常啊 ，OP 角。我们这个组合没有开团的手段呢。对面有五个开团啊，他开失误了还能再开一次哦，这石头超痛了。硬啦，感觉他会直接把我撞死。金刚影去鼻地了。这几个随便碰一下，我都是起飞。说我们抱头鼠窜啊，没有人可以清兵哦。来了吗？OK， 并没有办法杀死任何一个敌人。我感觉我们这一波打得很不错哎，要是有一点点的收头就好了，可惜。嗯，对面其实乱 A 一顿了。太神啦、啊、石头人爆表伤害。我有哥没办法捡灵魂，死不了啊，没有人会死啊。还有那个什么，那叫什么什么天国的天国大魔镜。这个东西会有用的。这局我看来一个长剑骑手好了，地狱乐啊，要看打架的地狱乐嘛是不错啦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他应该就是目前看起来应该就是比较穷的鬼灭。嘿，我刚才踩到什么了？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
鬼灭应该也要出了吧？断刀，断刀春篇。我甚至无法品尝那里的空气。嗯，不是惊悚片，不是惊悚片哦，那一部是战斗的。全军出击。那一部是打怪物的。我发现你了。剧情应该是还行吧，我记得还是有点剧情的。快跳上来，狮子！因为昨天滴滴滴滴滴滴。我天国大魔镜好像迪士尼独占了，要看比较麻烦一点。哦，中弹喽！迪士尼 Plus 我没买，我其他平台都有买，就那个没买。或者动画风，网飞跟爱奇艺，还有哔哩哔哩。哦，好痛！老鼠对线还是能盯的。木棉花，木棉花就在动画风上面了。飞呀！完啦！我好像也不用走啦。OK， 卡特来了。是我、巴哈这季买一堆垃圾，怎么可能？巴哈这一季上得不错啊，买 Home Hero 已经上了、哆啦 A 梦也已经上了。哇！梅西竟然死在这里！为什么对面敢越啊？死喽！那是哲力呢？哲力都能越塔的。太爽啦，老鼠起飞喽。我们走了。贴笑更像是可口。好，补大招。这一场我要来玩那个暴击老鼠了。我觉得特效流可能极限到了。OK， 满装老鼠登场。哔哩哔哩啊，哔哩哔哩很值得一买、欸，哔哩哔哩基本上什么都会上。他如果有一些比较血腥的，他就上台港澳区的繁中版，也是完全没有问题。
欸，大会员又不贵。欸，灯笼呢？再出钩！哎呦，差点！赛道是血虐了。分奖是个什么东西？别跑啊！我不是来江湖闹的。哦，没读报道。碎啦！哇，连这个都被我捡到了，起飞喽！血染，血染，双杀！太臭啦，老鼠！啥鬼？哆啦 A 梦的顶上战争欸，哆啦 A 梦也演到这里了。我之前看海绵宝宝也是往这种热血漫发展。你还有几集可以看哦？哇，那你还有很多集可以看哦。顶上战争要水很多集的。哆啦 A 梦死了，哆啦 A 梦是站着死的。他没有输。斯雷西乱勾一顿，我们还是能赢。这个就可以了。哇！怎么？怎么回的？哎呦，他突然回这一口也太大口了吧！溜了溜了，哦，溜了溜了溜了，太卑鄙了！这口回血，然后回不了家嘞，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。嚯，哦！我现在的毒爆真的痛了，哭啊！两层皮，啊，一层皮。哦，这个东西没有气味。哆啦 A 梦是上前几，劝你们是不要再爆雷了。他是隐藏的上前哦。哎呦，这勾的漂亮哦，碎哦，对面也没回到家。挺十九个月，是说我怎么有一阵子没有看到这个阿高啊？这个阿高啊不见嘞，应该来找我们了。嗯，阿猴呢？在我们家里吗？也没有啊，人呢？
要一块三明治。阿猴真的来了，我发现你了。哎，我打阿猴嘞。哎，不是你甩他啊。哎，我又毒死一个。OK， 这个瑟雷西要这样搞我。他可以等他火戳上来的时候再甩啊。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又捡到那个 AD 二人头了。来看一下上路老甲打这个剑姬，虽然输了30刀，但装备竟然还赢了。勾道挺好的，刚刚那样勾道蛮好的。来，帮我扛招，我扭，我扭，我扭。扭不扭啊？这样也没差，装备差太多了。勾到阿猴喽，碎啦，扁他啦！没大的劫力哦，没大的劫力，那是完全不行。敢猜吗？我在看你哦。野笑更像是可口的一斤。我也没什么办法，他手那么长。等我大招好，他就宰戏啊。好，先破个骨甲。哇，鬼子闪现嘞，这个。完蛋啦！嗝屁啦，人太多喽。哦，我的600块喷掉了。我对面卡特来好快啊！哎，跟闪硬杀吗？感觉闪的不一定能杀他。注意脚膝啊！早点闪，说不定可以。陆服什么版本？陆服还在泽利。没改的那个版本。分享是个什么东西？会战，我要先射死这个卡特了。吃我！感觉我等等可以出一个泡泡，看起来对面破不了我泡泡的。时候出发了，
为人称道。我搞定了。老鼠吃冰真的好可怜哦，惹这么难吃冰的角色。好，被发现了。我感觉，哎呦，我这么突然哦，打个信号啊。还是信号是这首歌。对，灯笼不见了。我可以出狂风抓泽利吗？不需要那么粗暴的出装了。我再洗一波兵，我要来就打架了。这峡谷掉了。上路这波，我应该是要去中路了。那我们飓风剑之后出个泡泡，没有飓风剑吃兵已经快要受不了了。哦，勾的挺漂亮哎，这射雷机勾的挺好的。最后这里破关了，破喽，一次过。看墙能打能打的，OK， 我大招没了，不能打了。在你家死老鼠啊！不过我平 A 还是挺痛的啦。哦，我竟然挂了！这么痛的吗？我感觉我刚刚血还蛮多的。那边开的鬼步应该是没什么影响啊，这卡特。这卡特是直接把我给弄没咯。哦，六一卡特，哎呦，岩雀的追杀，漂亮，一个 shut down。 我觉得如果再抓到一个什么就可以吃巴龙了。岩雀也起飞啦，三一二岩雀。卡特那个不知道会不会被岩雀晕倒。AD 没有闪哦，怎么样？我甚至无法品尝那里的空气。哦，躲那么里面。我建议是撤退啊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
感觉很常轮到这一手。OK， 我被卡特找到了。完蛋，应该等老贾上去敲卡特的。啊，连这个都被 shut down 了。正面有猴子啊，正面我也不太好进啊，侧面有卡特。我们这边正面得有岩雀才行。感觉他离得有点太远了，没有人可以持续作战。老鼠肥了，要有前排啊！这场破败王应该出坦的，会比较好一点。我杀人，他捡魂。没坦的话，岩雀走第一个，他也都一直不敢走，我也不敢走。哦哦哦哦！再输一波，那是真的就危险喽。这波有闪，卡特比较难杀我一点点。但卡特要去杀别人了。猴子直接脚闪硬杀、欸，哎。野区的碰撞全都要爆炸，完了，老贾，哎呦，老贾晕倒，哇！对面的速度是很快哦。如果我把它浸泡在污水里，然后让它被太阳晒一会儿，没错，完美极了，是的。对面的资源到啦！大招嘞！我现在就是一坨啪啪。酸哦，酸哦！这能怎么办呢？啊！我想说那一下，再一下就死了，哭啊！秒杀，我秒杀了！我移动速度马上就 A 到那一下了。
偏肥啊，十四杀了卡特。他们在计划着某事，知道是什么事？有点难绕。卡特打谁都是直接 legendary 秒杀。Enemy triple kill。 哦，杀了。后围走了三颗，完蛋啦！哎呀，这把要嘎啦！卡玛跟着卡特走了，卡特已经自己一个人走了，非常遗憾。哇，这卡特直接杀到逆转呢！啊，没有坦克，感觉没有坦克的游戏真的好难打、哦，没有什么输出的空间。斗士太难打团了啦！好、哦，这边要改版了，13.7 版本。13.7 版本要改什么呢？好像主要就改折力哦，折力滑板强化一点点，然后好像卡特也要强化，沙皇要死了，来把15头人，准备来一把开掐咯。瑟雷西不能一直 Q 了，对，瑟雷西的 Q 要砍喽。好不好上大师啊？叮叮叮叮叮叮，阿豹上升，开始上分。